你怎么一回学校就开始打工啊？当当，怎么样？有那么点意思啊？嗯，好看哈。OK。当然不错了，有我爸的祖传秘方在手，我很有信心把这里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网红店。啊，真好。怎么这么拼啊？自己生日都不休息。早点上班，可以早点下班嘛。 那你待会儿早点来，自己生日不能迟到。嗯。你一会儿要送我什么礼物呀？你快告诉我嘛。现在就想知道。嗯。哎，讨厌。来了就知道了。嗯，快去上班。嗯。待会儿见。嗯。 怎么了？客人不满意啊？客人说这个蛋糕不够甜，不够甜？你尝尝。啊，不够甜吗？这甜度刚刚好啊。对啊，我就说这蛋糕卖了这么久，从来都没有客人提过。嗯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做一个稍微甜一点的给他。嗯，那辛苦你了。 够甜，小熊。嗯，这个客人简直太难伺候了，这次又说这个蛋糕太甜了，太甜了，这客人来找茬的吧他。 这位客人，您究竟是哪里不？我说呢，东西这么难吃，原来是你做的。嗯，就是我做的，甜死。坐。哦。 所以说你这次办完手续就直接去斯蒂克了，嗯，那你那个，就那个好了，你说我舞台恐惧症啊，啊，自从上次之后呢，我每次上台表演以前都要看看你的照片，想想你才行，就是你的舞台，super。 怎么感谢我？治好了你的病哎！真有啊！听说今天你生日啊，我也没准备什么东西，便宜货随便带带了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你眼光真好啊，我好好看啊！哎，你看，这好好看，还行吧。 哎，那你今晚有空没有？干嘛？来参加我20岁生日会啊！很忙的，很忙的，来嘛！哇，这弄得太隆重了吧，龙套，啊？ 你是不是故意叫我来跟我炫耀你的男朋友啊？没有，我以为就大家一起吃顿饭呢。唐唐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大，哎，女神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唐唐，听说你要出国了。啊，是啊，我这不刚回来就来找大家了吗？哎，女神，你看到上次咱们演出的时候那个剪辑视频了吗？ 他们居然有人把咱俩剪成CP！哎，行了，你别臭美了，今天是小熊生日，生日快乐，小美果生日啊！快乐！
喜欢吗？嗯，喜欢，特别喜欢。但是，这跟我上次在天台跟你过生日那次比，好像我那次好寒酸呢。是哈，毕竟，那次我好像连蛋糕都没吃到。你不满意对不对？嗯。开玩笑的啦。虽然那一次没有吃到蛋糕，不过有另外一个更特别的礼物。什么？你笑什么？嗯？希望我这一次可以给你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。其实我这次回来是想告诉你，我的面试顺利通过了。恭喜你。谢谢。嗯，我本来以为我们会一起四手联弹，一起出国，没想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就算没有熊一凡，我们也不一定会在一起。所以大家才说，不是每一段的初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。像你这样独立有自信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，是你值得更好的。所以拒绝这段感情的机会应该要留给你。所以最后还是我甩了你，对吗？祝你前程似锦，未来可期。祝你六便士在手，月亮也未曾丢。
小心哦。嗯。什么呀？慢点，慢点。弄得这么神秘。好。好了。好了。嗯。那我张眼了。嗯。三、二、一。生日快乐。你一个人弄的？我好喜欢，谢谢你。喜欢就好。啊，对了，我还要准备一个礼物，你会更喜欢。这个是送你的，打开吧。我来吗？嗯。好。这，你居然还记得？嗯。当初不知道你从哪里淘来这个东西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同款的。去换什么？啊，好，我现在就穿。啊，漂亮，好吓人。好，看你了。啊，就这个。可以，到你了。好了，惩罚时间。啊！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嗯，我不要。愿赌服输。那你轻点。这是你自己提出来的，手拿开。嗯，轻一点啊。拿开，轻轻一点啊。别动啊。嗯。操！还好吧。你为什么那么大力气？没有很大力啊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欺负我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不小心了。嗯，我干嘛干嘛？你欺负我？哎，别动别动别动！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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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么大力的弹我啊！别动别动！对不起。那晚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等一下。你不
不是要回去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是要回去了。晚安。顶顶顶顶，我们再回去再喝一轮吧。你都醉成狗了，还喝什么喝呀？我不知道，你这个心里苦啊，顶顶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心里苦，日常失恋嘛，回去多吃点糖就好了。表白。现在啊。嗯。那你现在这样算性骚扰？嗯。嗯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得去，我必须得去，不然我难受。冰姐。嗯。我会加油的。拜拜。真去了？嗯，那你表白加油啊！做助教还适应吗？嗯，谢谢教练给这次机会，我也希望我可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。嗯，你是我带过最有韧劲的学生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还有，你拿开你的脏手！小松，你谁啊你？敢欺负我们家小月月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你教练，我以为。我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其实我……你先不着急回答我，你可以先好好考虑考虑，等你考虑清楚之后，你再告诉我。我先走了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那边。你好好考虑一下啊，好好考虑一下，拜拜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？我要睁眼吗？跟他说，嗨，严哥，早上好啊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哇，严哥的睡颜好可爱啊。哎，算了，太尴尬了，我还是继续装睡吧。
瓜子哥哥，小馒头，大鱼饼，薄荷味。没有快递啊！我去看一眼。稍等一下。好吧，没有啊，马桶不就是这样吗？时好时坏，要是再用的话，真的坏了那就麻烦了。哦，要不这样吧，叔叔，我们家楼下有个公厕，我带您去吧。行，那也行啊 ，Let's go。不好意思。Thank you.
是吧？哼，我现在就是砧板上的死鱼，任人宰割。我看叔叔挺好的，没你说的那么吓人。哼，他大多数时候啊是挺好的，但看见你啊，就不一定了。来的路上一定很累，对不对？少来。哎呀，给你按一下。叔叔，喝水吧。爸，你喝水。太凉了，闹肚子。我去倒茶。哎呦，爸爸，你怎么说你怎么都不说一声就直接过来了呢？你意思是，我得先跟你通风报信儿。然后我像猴子一样好被你耍是吗？好被你骗是吗？我没骗你啊。怎么没骗啊？我正准备和你说呢。说什么呀？说你都已经，你都到人家里边来了，你还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出去说，出去，别在。干嘛出去说？就坐这儿说，都得到这儿说，就在这儿说，我就在这儿说，我就在这儿说，就在这儿说。怎么不讲理呢，爸爸？怎么不讲道理？是我不讲道理，还是你不懂道理？这是什么日式吗？叔叔，这些事情都是我的责任，请别再怪小熊了吧。那什么，这个孩子咱们不兴封建那一套啊，起来说话啊，平身，平身。不好意思。那个。小严是姓严是吧？严科，小严。啊，小严，哪里人啊？嗯，跟我们是老乡呢。你是小严啊？是老乡。家里父母做什么工作的？如果我爸那天突然来了，我得教你招。如果他问到你爸妈的职业啊。就尽量的回答的，靠谱一点，职业化一点，庄重一点，怎么庄重怎么来。我的父亲是在外贸公司工作的，然后母亲是从事美容相关的行业。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是学医。不能说你是弹钢琴的，你就说，哦，往国际接轨。国际化，然后跟教育接轨。国际艺术教育交流的教育，教育好，对下一代好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吧，尤其这个国际教育。国际，对啊，好了，小严，你做的这是川菜啊？对，
看着还挺好的，还行啊。等等，我先吃。哎，请请请。怎么了，爸爸？不好吃吗？快拿点。哎呦！哎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！叔叔，喝水，喝水。喝水，喝水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是咋了？你没坚持，我去，我靠！这么烂吗？这个菜？小熊说你弹钢琴，嗯，这个弹钢琴坐久了呀，对身体不好，颈椎、腰椎，这你老坐着肯定不好，所以你弹着弹着，时不时的得起来运动运动。嗯，你说的是。这是那个暴走队，肯定是，这样正好，挺巧的，咱跟他比比，怎么样？比一下 ，Let's go。贵在坚持，加油！这个好，这个对你这个颈椎啊、腰椎啊什么，这个你这个弹钢琴很好。怎么办呀，愁死我了，我爸真是快把严苛给折腾疯了。哎呀，叔叔平时看起来笑呵呵的，没想到对自己的女婿真是毫不留情。何止毫不留情，我跟你讲讲，做他的女婿呢要十项全能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还得杀得了木马。我跟你说，做饭、洗碗、打扫卫生，怎么爱护动物的。哎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自古以来，女婿难过老丈人这一关，你就让严苛自求多福吧。好心疼我们家小苛苛。你这是什么呀？啊，交换的申请材料。这么快要走？不快啊，审核还要段时间呢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不让你走。好啦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乖乖。这段时间辛苦严苛了，来，叔叔敬你一杯。好嘞，谢谢叔叔。谢谢爸爸。我呢，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是真不放心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
我是从不听别人怎么说，只看别人怎么做。吃面，快凉了。杨哥，你那专业好找工作吗？嗯。叔对你们搞艺术的不太懂，总觉得有点这个，也不能说是不靠谱啊，有点悬浮。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不也没把严科当外人吗？这不就是问你问吗？你也知道小熊的手受伤了，这以后能不能扔标枪，还两说。你这钢琴，反正我看这酒店里边的钢琴，这都是摆设，没人弹。嗯，叔叔，其实钢琴的工作种类还挺多的。我有一个计划，是我想先进入一个乐团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出国深造演出，然后呢？等会儿，怎么着？还得出国呀？嗯，不是你这总出国，这哪能成啊？这不成啊！这个，那么远，这不是严科，你是不是要考虑换一个发展方向？换什么发展方向啊？这钢琴是严科的梦想，怎么你说换就给人家换了呢？哎呦，你说你这孩子。这不是就是这么一说吗？这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？哪儿是为我好了？我看你就是看他不顺眼，天天都在为难他。小熊叔叔这么说是为了我们好吗？这是我跟严科在一起，又不是你，那别老瞎操心。你说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这。你去吧。真不去啊？我怕一会儿我在车站跟他吵起来。啊，不去。嗯，不去就不去。嗯。但是待会儿。你还是给他发个短信，跟他道个歉，知道吗？再说吧。哎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脾气那么暴呢？哪有？没事了。叔叔，你那票。
小燕，真是对不起，这几天一直在为难你。但叔叔并不是故意的，身为人父嘛，就是这样，小心翼翼疼爱了一辈子的宝贝女儿，无论交给谁，我都不会放心。我这个女儿啊，看起来很坚强，其实又很脆弱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希望你能替我守护她。你可能会觉得叔叔啰嗦，可以上车吗？不可以，别人已经叫车了。但是在父亲的心里，自己的女儿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叔叔啊，您别生小熊的气，其实他也……严哥，我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我并不是瞧不起你是弹钢琴的，相反我很佩服你，因为弹钢琴比做面包要难多了，手指得灵活，得配合什么的。我为难你呢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，配不上小熊，而是作为父亲，无论任何人，他这个，你现在可能还体会不到，辛辛苦苦的疼爱有加的把自己的宝贝闺女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所以还是就是有点不放心吧。但是小熊能够为了你跟我大吵大闹，说明他是真的喜欢你，很在意你。我很了解他，他一定是认定了你是他这辈子的那个人。所以我想慢慢的习惯去接受你，能和我们成为一家人。当然，这个也得需要一个过程。嗯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由槟城开往南滨方向的 C655次列车就要开始检票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进站了。叔叔，您真的没生他的气吧？怎么会？父女之间没有隔夜仇，替我好好照顾他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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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，对不起。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我给你的防狼喷雾、防狼棒呢？哎呦，爸！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第一时间赶过来。我倒是不担心他，我担心你欺负人家。行，你们走吧，放心。好。啊，爸爸，你到家跟我说一声。嗯，你们俩好好的啊。叔叔再见。Goodbye。听见没？你爸叫你别欺负我。你听错了，我爸让你别欺负我，要不然他会杀回来打你。我哪舍得？走吧。嗯。我早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，我给我爸还有严科同时报了游泳健身班，买一送一，他俩结伴去，我连水都不用下哦。